主料，鸡腿350克，黑木耳6朵，香菇85克，辅料，胡椒粉、盐、姜片，料酒、生抽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食材，鸡腿已清洗，黑木耳已泡发清洗，新鲜香瓜已清洗，姜片将已清洗好的新鲜香菇放在案板上切开待用，将已清洗好的鸡腿放在案板上剁成块放入盘中，随后搁入姜片，加适量的料酒，加适量的生抽，加适量的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调味拌匀腌制20分钟。接着将清洗好的黑木耳撕成小朵放入盘中，和入切好的新鲜香菇，然后和入腌制好的鸡腿，最后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蒸至20分钟即可。开开取出，烹饪技巧，家常菜随意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